旺不旺全看老婆胖不胖，老婆胖不胖？胖。胖你还吃，真是的。盘点那些玩不起的行为。哪位仙人在此渡劫？能否带我一个？哎呀，哭啥呢？我都感冒，死不了呢。我知道，那万一呢？我先念呢。挠我！我现在对你天天网上喊哥哥哥哥哥哥的无语。那我作为一个男生，我也想听你喊我哥哥哥哥呀。我叫。我操！还会夹人？原来他是活的，那就献丑了。Next。真的哭啦，不理我。像一个傻逼。那可不行啊！你例假往医院来拔丝，你却不利于我延绵子嗣。我谁例假？你哎，有事儿啊？没有卫生巾了。那简单，我给拿鞋垫你救我一下。我卫生还没做完。那你要面的还是四包几包的？日用业余280-580，要我说啊，3080-3090不错。行，小伙还挺懂、啊。那当然了。280，买行，那你等会儿啊。我写了个承诺书，你把字儿签了，我就给你买。能行吗？哎，我想了一下，显示器也得换，要配不上我。Later. 买了，你看赶紧电脑给我下单，快，明儿就到了。干什么档？没说给你买。切，你这人你又弄这个，你不承认是吧？不，你刚可签字了。拿着吧，你看，你看吧，你不还想抵赖新笔签？立夏王。Next。上回开口你先笑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我们家的那个小垃圾？你这没有实力呀、啊、你。这一把。我要是输了。我一个月工资不要了。我要是输了，给你双倍工资。哼，好嘞啊，行。四个圈。四个 K。要不我们玩大点？我要是输了，我一年工资不要了。如果我输了，你把你当总监。好嘞，行啊。王炸。嘿、啊。要不再玩大一点、啊？谁怕谁啊？来就来。如果我输了，这个公司还有这个位置，还有我，都是你的。一个三，看不起。哎呦我的妈！1.5啊！对呀、啊。哎，这是小日子。我这把我输了，我认输了。哎，你输玩不起，输玩不起。不是。哇！哎呀，别搞我！别搞我！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Next, first blood. Hello. 我的天哪！你石头剪刀布。
石头剪刀布。石头你再赢一个试试。打雪仗吗？打雪仗啊，就是小时候玩那个。小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手太小了，咱俩准备两分钟，然后再打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吧。我准备的可好了。我小时候都这么玩的。Next， 别动啊，千万别动，别动！哎，我告诉你他妈别动呢！缩短寿命的四件事，肯定有抽烟和喝酒。一、熬夜；二、熬夜逛淘宝。放屁，这是比你做的吧 ？Round one。哎呀，你别搞我！哎呀，你让你搞！别搞我！别搞我！别搞我！ Round two。石头剪刀布。哇！石头剪刀布！哇！石头剪刀布！哇！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给，亲爱的。嗯。好吃不？好吃。我前男友也喜欢这个味道。我前女友也是这样问我的。而且是用嘴，而且是用嘴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别走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滚！滚！哦，我闺蜜找了个男朋友，难道他是小奶狗？然后呢？离开你，我来不啦？我怎么了？我以前也是小奶狗啊！你现在最多就占个狗子。我占个狗子。那小奶被你占了。Next。姐，旁边这桌是你前男友不？干嘛呀？这有一年了，还有啥庆祝？这有一年了，还有啥庆祝？你又说。画画的美美，画画的美美，奔驰的小。给你100块钱吗？干啥？在玩游戏。你100，我100，我数到3，咱就开始抢，谁抢到钱归谁。手不带扯脖子喊吗？不带鸡头拜脸。数到几？3。哎呦我的妈！前夫人，前夫人喊的。朴元星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儿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抽我，真抽我！抽我！抽抽！你别笑。Next. Yes. Okay, let's do this. 谁做饭好吃？谁喜欢吃东西？谁脾气比较大？谁不爱做家务？谁比较傻？谁比较懒？谁比较爱玩？谁最气人？谁最不要脸？哎！老婆打雪仗，嘿嘿，媳妇儿，我做好了，你人呢？我还没好。来来来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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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没好呢。啊？我还没好呢。
不玩了，不玩没意思，没意思，走了走了，我投进去了。满意吗？挺贼呀你！满分吗？没拦住你。那你为什么吗？咱俩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你都没夸过我，要不然今天咱俩互相夸一夸吧。行啊，我嘴可甜了，你别以为我嘴不甜。哎，那你先来。你长得真帅。你真有眼光。你其实挺成熟。你真爱说实话。你有一个可爱善良又迷人的媳妇儿。哎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你看这个视频，缩短寿命的四件事，肯定有抽烟和喝酒了。一熬夜，二熬夜逛淘宝。放屁！视频你做的。Next， 是因为什么分手啊？这次他说。为什么你先说？你说。为什么我先说？那你说谁先说？为什么我说谁先说？这次他说他要减肥，我说不能吃垃圾，不能喝可乐，重点是特意嘱咐我不能吃晚饭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当天晚上就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说我虐待他，不让他吃晚饭。我减肥我为了谁？我还不是为了你有面子啊！啊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吃个晚饭怎么啦？那你自己减肥说不能吃晚饭的吗？那我还说我肚子饿了呢。那我后来不是让你吃了吗？啊，减不减肥了？你减不减肥的吗？我谁跟你谈恋爱了？我谁跟你谈恋爱的？这逻辑有问题吗？猜对了免一个月家务，错了买包。哎，哪年的？16年的，我看见了。不管，买个包。你说什么？好久不见。不是，上一句。帅哥。你好，我们认识吗？你长这么帅，这个又开这么好的车，品味肯定很好啊，难道不能认识一下吗？嗯，真会说话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能请你吃个饭吗？请我吃饭？对。你请我请你吧，我正好知道这附近有一家比较好的饭店，我请你怎么样？也行是吧、嗯、那走那个我自己也开车的。你自己也开车了？嗯，那你这样吧，你跟着我好吧、嗯、你跟着我啊。好，我操、啊、哎不是那个我找到车位了，马上就到啊。哎美女。哎你谁啊？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，每一缕飘散去他我吹不亮的Next， 老好，大夫玩。亲爱的。啊。我们晚上吃什么呀？虾吗？你说啥？虾吗？哎呀！说谁虾呢？是虾吗？再说一句。那是虾吗？再说。是虾呀，就是啊！盖盖不。开外婆，开外婆，婆，开外婆，婆，王龙三宝。
Next， 我这有一根你喜欢的口红，我放在这三个桶里，你要能找着，我就送给你。倔强都不被你发现。Three, two, one, go！ 哦、oh, ，你是你的人，我不得不承认。我哪有五百块钱啊？你别装了，上次从我这儿拿的五百，你拿出来吧，我会生气的。你说的哦。还藏在鞋子里面呢。安全，安全。能耐啊！那我开始了啊！你记得上个月我发20000块钱奖金，我说给你买了一个包。怎么不止发2万是吧？2万是2万，那个包是我在市场上1000块钱给你买的，剩下钱我都自己花了。你竟然骗我！生气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你很多鞋子现在都找不到了？是啊，我也纳闷啊，很多都找不到了。那是因为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表弟过来玩，他喜欢哪一双我就送他哪一双。你们经过同一双鞋子。那怎么呢？生气了？等一下啊，你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有个闺蜜叫可可，身材又好，长得又漂亮，她私底下问我要微信。我知道啊，那是我安排的。她后面有小号加我，还请我吃饭看电影，还给我送鞋子，我知道了。杨迪哥，你去看电影吧。杨迪哥，生气生气了，哎呀，钱都是我的，钱都是我的。哎，老婆，老婆你干嘛？哎，我把钱给你，我把钱给你。拿着吧，去赚你的医药费吧。老婆你干嘛？